大家好，我是丁丁。相信玩黑曜的非洲伙伴们都有面临练功时该用双刀还是钢爪的思想斗争。没有错，今天这部影片就是针对双刀跟钢爪而做的测试。我测试的武器也是当前讨论度最高的两把，恶魔王双刀与暗黑钢爪。而我手上就这么刚好有这两把，分别是火灵三阶加七祝福恶魔王双刀以及地灵三阶加七祝福暗黑钢爪。那么待会测试的过程，我会以全程全状态进行测试，因为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我很懒。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首先，我想先测一个基础值，以枫木村庄的 NPC 当目标，在攻击次数1000下，看看总伤害跟平均伤害。因为魔法娃娃会有额外魔法输出的关系，所以测试 NPC 时采用没有学习技能的绿娃来测试，先测双刀，再测钢爪。
第二个测试，弱怪 PVE 测试，测试数量200只，我选择的地点是海鹰沼泽，因为这里的怪大多属于弱风属性，所以武器属性暂时可以忽略，一样先测双刀，再测钢爪。
第三个测试，强怪 PVE 测试，刷怪数量200只，地点为傲慢之塔三楼。因为这里的敌人大多属于弱水属性，所以武器属性暂时也可以忽略。先测双刀，再测钢爪。
经过了以上的测试，我们观察到，在敌人越强的区域，武器的稳定度越是重要。这也就是我们推荐练功拿爪子的原因。最后，希望这部影片会对玩黑曜的朋友有所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Here we go.